下一个，等一下。以前没见过你们啊。大人，我们是新来的。新来的。高将军亲自巡查，实在是今年考生之幸。高将军，哦，皇帝身边的红人呢？今日终于有幸目睹真容啊。科举关乎国运，陛下甚为重视，尤其是今年，特意增派兵力，确保会试顺利进行。高将军亲自视察，应该不希望看到学子们都喝不到一杯清茶吧？就是。大人，我们的令牌有问题吗？将军请，请，请。行了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这次的都检查好了啊，都没问题。老将，来来来，送水了。这剑族能准确感知妖气，可以用它来辨别是人是妖。一、二，若是妖，我便用施法；三、脚便做标记；四。你歇息歇息。看来总共有266只狐狸。长史，万一他们不喝怎么办？今早我让莫日根给国子监的早饭加了近40粒，就是为防万一。怪不得你起那么早。好了，走吧。站住。李景龙，你为何在此？巡国司执行公务，无关人等，一律退避。李景龙，你干什么？高将军，驱魔司调查青楼干尸案，发现有3只狐妖作祟，他们专挑考生下手，将其吸干后便让同族化形参加科举，共有266狐妖冒充身份混入啊。他们的目的就是占据朝堂，谋夺长安。你太敷衍。李景龙擅闯考场，论罪当诛，你自己抗命不怕死，你的这些下属也要跟着你死罪？你忘了驱魔司已经被下令解散了。